同学们，上节课咱们讲到温病热邪逆传入营，它的主要的治法大法是凉血清热，也就是清营，同时还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配合透热转气，气分的热不除，营分热不能解，所以必须要用清泻气热、宣通气机的药物，使营热外达。那么用了透热转气的药物之后，热透出来有什么表现？你怎么知道热出来还是没出来？如果说透热转气成功了，它的临床表现应该是身热渐退，体温逐渐降低，神清气爽，就是他的神志啊清爽了，不那么烦躁了，很安静，不是心神不安、夜深不寐。热脉搏平静，脉搏可能还有点数，细说脉搏可能还有点数，但是呢很平静。舌苔原来不说是光降无苔吗？叶天师讲降深红色，也深红的舌苔很少或者无苔，那说明胃气大伤啊，血中津液伤了，胃阴肯定大伤，胃气也不足。通过透热转气之后，舌苔逐渐的升，别把这事儿看得很简单，营热阴伤的病人即使热退了，舌苔很不容易生成，它开始生成的时候是一层浮苔，你看着舌上有苔拿手一擦就掉，是浮在舌面的，那是无根之苔，真正生成得有根之苔，它薄不要紧，少不要紧，只要是擦不掉，那说明它是胃气所生。出现浮苔实际上是胃气胃阴没有恢复的表现，那热透出去之后是这一系列表现，体温低了，精神好了，脉搏虽然弱但是很平静，不是躁机，舌苔逐渐的生成，不可能一天就出来薄白苔，它一点一点的，这个是很慢的，舌苔逐渐的生成，这说明营热透出去了，达到目的了。透热转气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叶天师说是透斑，这个怎么解释？透斑就是透热，这个能理解吧？或斑点隐隐，这个隐隐约约的斑点已经出现了，意味着热邪深入了，热重已经开始灼伤血络，破血妄行了，这肯定不是好现象。但是回过头来说，不是好现象之中它也包含着好的现象，这怎么解释？它斑如果能够出来，而且出来是鲜红的颜色，说明是热在找出路。斑不是透发在肌肉吗？说明里边的热在向肌肉部位外散，通过斑的出现热出来了，这热随斑出，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斑出的量不大，颜色鲜活容润，鲜红活泼容润，当然不是好现象，说明它病情重，它总不如不发斑好，但是它既然已经发出来了，那你要观察它的预后，
红活溶润，量不多，说明热随搬出，随着血出来了，热也就透出去了。这个是热邪自己在向体表发散，再从发斑这个方面找出路。如果是这种情况，如果斑出不来，那问题反而严重了，说明热郁于里，不能外达，隐隐约约点有，始终透不出来，而且那个点越来越黑，越来越深，甚至于发硬，皮发紧，像钉子钉住一样，斑钉，个儿不大，很硬，这说明热毒深重，血液凝聚粘稠，邪无出路。那怎么办呢？大剂清凉，清热凉血，滋阴活血，让斑出来，斑出来热就出来了。就是说，如果已经发斑了，露了点苗头，它不出了，颜色越来越深，人呢越来越烦躁，甚至于昏迷，那就说明热邪没有向体表来，陷于内，热邪内陷，内陷当然神昏呢，这病情严重了，怎么办？用凉血清热的药，清洁血分热毒，再加上宣通气机的药，使邪有出路。所谓邪有出路，就是热能够找到出路，让它出来。它跟谁出来？跟着斑出来。叶天士这儿所讲的急急透斑，是指透热。什么方法呢？清热凉血，透热转气，透热。这通过这么一透啊，斑该出的就出，不该出也就不出了，热透出去就行了，防止它内陷。千万不要理解成用透发的药，有一派这么主张啊，用发斑的用透发的药，现在不这么认为了，古代有这种做法，柴胡、生麻、葛根，这些药不是能宣透吗？用这些药透，这个不行，这些药是生提透发的药，它上升，它容易使血上涌到心和头，冲塞在心包，也就是心脏和头部，可以导致惊厥、四肢厥逆、昏迷，甚至中风，因为热邪没有出路了，整个让它给逼到上面来了。说这类的药不能用。叶天士所讲透斑的药，就是他所讲的那些药：犀角竹叶、犀角花露、金针人中黄。所以最后陈光松给他归结为：透斑之法，不外凉血清热，甚则下之。用凉血清热的药，如果燥结的严重了，气机不通，用下法，大黄、圆明粉，都可以透斑。所谓阳燥减心，去其壅塞，则光焰自透，就是说让气机通畅了，逼入营分的热邪它就向外来了，搬出来了，说明热出来了，如果搬出不来，热就要内陷，就这么个原则。这句话呢说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呢讲得非常透彻，用了一个透斑为药，就告诉你要清营凉血，透热转气。如果真到血分了发斑，那当然就不透了。他这讲的是营分，叶天士讲的很深刻，学生呢是越听越明白，越明白问题就越多，接着就问了：老师，斑出来说明热透出来了，这很好，我们都理解了。那么请问有没有斑出来热还不退的？又提这么问题，叶天士就接着解答：第五条啊，他接着就分析，斑
发出来了，但是热还不解，应该说是用了清热凉血的药，加上透热转气，营分的热有出路了，应该透转气分而解。但是也不尽然呢、啊，也有的斑虽然发出来了，热仍然不退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他说，130页，第五条，若斑出热不解者，胃经亡也，主以甘寒，重则如玉女煎，轻则如梨皮折姜之类，或其人肾水素亏，随胃剂下焦，先自彷徨矣。必咽之于舌，如甘寒之中加入咸寒，勿在先安未受邪之地，恐其陷入意义耳。这句话呀，又是强调的语气。叶田氏教学生啊，是谆谆教诲。说话呢，你看起来很平淡，但是该加重语气的时候，语气非常重，不是教训的口吻，是提示的口吻。他说呀，如果搬出来了，热仍然不解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情况，是胃经亡，胃经亡怎么治？第二种情况，除了胃经亡之外，他还有肾水素亏。病人平素就是肾阴虚，再加上胃经亡，先后天的不足，又怎么治？胃经亡还分两步，重者和轻者，你讲的多细。重者轻者，总的原则提纲挈领说，这段文章就是这个内容。叶田氏讲话呀，非常的精炼，高度的概括，但是要害问题一语中的，没有废话。如果搬出来了热还不解，追究原因，三种可能。第一种可能是胃经亡，胃经亡本身分两种情况，我说这三种啊，是胃经亡本身又分两种情况。胃经亡就是说胃阴虚的意思，那个亡字不是死亡的亡，当丢失讲，也当亏损讲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俩成语大家都熟悉吧？歧路亡羊是羊死了吗？亡羊补牢是羊死了吗？都不是。这个故事见于《爱子后语》。他讲的是个寓言，是个小故事。他们家的羊啊，那羊圈没修好，跑了。跑了以后就发动左邻右舍给他找羊去，分了几拨人给他找去，都回来了，说告诉找着了没着？没找着。
为什么？歧路不慎，羊乃亡也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岔路太多，这一条岔那一条岔没法找，歧路不慎，羊乃亡也，羊跑了，逃亡的意思。你说羊亡了怎么办？亡羊补牢，不是跑了吗？赶紧修羊圈，那牢是羊圈，赶紧把羊圈修理修理，别让他以后再跑了，后边羊别再跑了。魏金王说的是魏因丢失耗损，没有恢复的意思。前提是主以甘寒，重用甘寒的药物来滋养胃阴，大的原则是甘寒。分别轻重两种情况，重的如玉女尖，大家注意这个字，王孟英在这个字上做文章了，做什么文章？唐本唐大烈把如去掉了，重则玉女尖，话本是重则如玉女尖。王孟英说呀，去掉一个如字就变了，因为有这个如字，它是举例而言，比如说像玉女尖这一类的方剂，把如字去掉呢，那就是用玉女尖。用玉女尖和玉女尖之类一样吗？不一样。玉女尖的原方是什么？是这五个药吧？石膏之母脉冬，熟地牛膝，这边是补肾，这边是清胃，治内伤杂病，肾阴虚，胃热盛。张景岳是补肾学派呀，他最好用熟地。这个病能用熟地吗？如玉女尖就是这一类的方剂，你得加减，是用加减玉女尖，不是用它的原方。去掉一个如字，就变成就是玉女尖。甘温，这还有点辛味儿，也是温性。这个药还燥，这行吗？它和内伤病的肾阴虚不一样，它有热邪，所以要加减。吴鞠通，温病调变有加减玉女汤。玉女煎去牛膝熟地，加细生地。原身房，这简称就是加减玉女尖。这么一加减，生地原身脉动滋阴，石膏之母清热，之母本身既清热又滋阴。这回大家看出来没有？重是什么意思？重到什么程度？搬出来了，热还不退，是实热还是虚热？叶天士没说啊，症状也没说，虚实都没讲，就说了一个重者如玉女尖。你看这方子，读叶天士的书，读吴鞠通的书，和读张仲景的书一样，有的时候要以方测症。他就给你把药，或者是以药测症，给你说俩药，或者是给你说个方，症候不说了。你要根据他这个方药去推测他那个症，这给你摆这儿了。如玉女尖这类的方，玉女尖就是说既要滋阴又要清热，这个原则不变，那就说明他热还重。这个类型。是气营两翻呐，气氛的高热，这不是白虎汤吗？营分的热，这不都凉营养阴吗？清气凉营，说斑虽然出来了，热还没有解除，说明气氛的热仍然盛，营分的热也没有除，营阴也伤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清气凉营，这个方剂有没有透热转气作用？
有没有？它氢气本身不就是透热转气吗？气营两番，你氢气不就是透热转气吗？这是一种情况。就说咱们学习叶天士的文章和读《伤寒论》一样，你方去测证去，他没给你写证，用不着写。你用这个方就应该知道它是怎么回事。这是一类，轻者如梨皮折浆之类。那这个梨皮和折浆，折浆就是用甘蔗，甘蔗水，梨皮呢，那就不用说了，甜梨啊，甜梨的皮削下来，这是实热还是虚热？这种病人还有没有高热？这种肯定是高热、口渴、心烦、夜深、舌红绛、苔黄燥、脉虚数，你不用说了，用这方你就知道是症什么症了。这种病人低热或者没有热了，但他说搬出而热不解，那就说明他还有低热，那没热也可能，但是呢他体液没有恢复，胃津不足，这类的药属于肝寒清阳。吴鞠通在叶天士的启示下制了五支饮，五支饮吗？五种汁吗？还有益胃汤、沙参麦冬汤，这一类方都可以用，养胃阴补津液就行了。因为它热邪已经解了，是因为阴伤而产生的虚热，这个好办，稍微的干寒一调理就行了。总而言之，不管轻重都在干寒。这个如玉女煎，王孟英说叫白虎加地黄汤，为什么这么分析？清气凉营，重经有白虎加人参汤，清气分热加补气，有白虎加苍术汤，清气分热燥湿，有白虎加桂枝汤，清气分热通脉治关节疼，唯独没有气营两清的。这个玉女煎一加减，王明说我就把它叫做白虎加地黄汤，为什么呢？用石膏来清气分热，用生地来凉营养阴，这是一个法。他说白虎地黄法，白虎地黄汤，这个法很好。这种情况病在胃，当然还可以涉及到营，是胃的气氛和营阴。还有一种情况，如果在胃津亡的前提下，这个病人呢肾水素亏，他有肾阴虚，当然呢胃津亡的前提下平素有肾阴亏，那就是说他既有胃阴虚又有肾水亏，是先后天两个脏器不足，当然还是主以肝寒，肝寒是肯定的，但是光用肝寒就不行了，就得加入咸寒，因为咸能入肾。你怎么知道他肾水亏？他讲贺其人肾水素亏，随胃剂下焦，先自膀胱矣。这肾水亏的病人呢，热邪还没有深入下焦，但是已经在下焦门口转来转去，有机会就要进去，你就得想法把这条路给他堵上，别让他进去。怎么才能堵住呢？加咸寒。这说的都对。那学生问老师，肾水素亏怎么知道啊？您怎么知道他肾水亏啊？叶天士这儿没讲，大家看138页，在讲咽舌的时候他讲了，他这后边啊大量都是舌诊，通过舌诊来判断病情，在这儿补上了。所以咱们说要前后互参嘛。第17条，其有随降而不先，就说这个舌头啊，舌质虽然降而不鲜，就是没有光泽，干枯而萎者，又干又枯萎，肾阴和也。肾阴和是不是肾水亏？
这种蛇什么样啊？降而不鲜，就是没有光泽。没有光泽就是晦暗。深红色，甚至于紫而晦暗，没有光泽，像猪腰子一样。这是一个啊，降而晦暗。另外，干。萎是什么意思啊？舌头没有弹性。你可以看出来，这种蛇，它是胖大呀，还是瘦薄啊？又瘦又薄，所谓瘦就是窄了，薄就是上下不够厚度了，又小，又窄又薄，又干枯，又没有弹性。这种舌头伸出来，你说它什么原因？肾阴褐也，褐就是干枯的意思，肾阴干枯了，这就是叶天士说的肾水亏。因为他前面不是有胃金王吗？本来就肾阴不足，肾阴从哪儿来呢？肾阴除了先天之外，他需要后天的水谷精微不断的补充他，滋生他呀。胃金亡了，谁还去补充他？他原来就不足，胃金又亡了，又得不到补充，那他还不是这个表现吗？干、枯、萎，没有光泽，瘦薄，不会动了，弹性也没有了。他有胎没胎？那肯定没胎了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先后天都衰败了。怎么知道呢？他是在胃金亡的基础上又兼平素肾水亏，肾水亏的人又得不到后天的滋养，那不是前后天败绝了吗？怎么办？干寒之中加入咸寒。什么药是咸寒的？叶天士有段话，接着看这句话底下，即以阿胶、鸡子黄、地黄、天冬等救之，缓则恐褐积而无救也。必须赶紧用这些药救阴，慢了就干透了，就救不了了。他用的什么呢？他得这四个药：阿胶、鸡子黄、生地黄、天冬。为什么不用麦冬？麦冬不入肾，天冬入肾。天冬比麦冬还凉。阿胶是什么性味？甘平。鸡子黄，辛，也是甘平，辛。生地黄甘寒，天冬甘大寒。天冬很凉。这里边没有咸寒药，叶天士说肾水素亏的在干寒之中加入咸寒，实际上这些都是干寒，没有咸寒药。阿胶可以补肾，地黄天冬可以补肾，不错。鸡子黄它不补肾，它是补脾，通过补脾上济心下济肾，来补交通心肾吗？鸡子黄实际上是补后天，肾水亏嘛，补后天也必要的，补脾胃，这都对，但是不是咸寒。那咱们再琢磨琢磨，加什么咸寒的药？吴鞠通方剂里边有咸寒，回忆回忆。原参是不是咸寒？甘咸寒，还有点苦味儿，甘咸微苦寒，它咸，配着就可以吧？干寒里边加它可以吧？
滋阴降火，既能养胃，又能润肠，还能滋肾，这个没问题。还有没有？这个是不是？鳖甲是咸寒呢？还有，除了鳖甲之外，龟板不用考虑，龟板不是咸寒药。还有谁？可能想不起来了。血肉有形之品呢，大补元阴，海参。血肉有形之品又是蠕动之物，这个可以。还有一个淡菜，淡菜是动物药啊，是海里边的海蛎子的肉，小定风珠里边有，小定风珠里边有的淡菜，淡菜可不是菜，是动物药。血肉有情之品，这些原参不是，鳖甲、海参、淡菜都是咸寒之品，可以滋补元阴补肾。海参、淡菜都不腻，鳖甲偏腻，那还得看看，热邪重的时候还不能用。就是叶天士提出来甘寒之中加入咸寒，他列了这一堆药，吴鞠通在温病条便里边使用了这些药，这都可以提供咱们临床参考。在什么情况下呢？胃津亡又兼肾水亏的病人使用。为什么这么做？下边这句话讲的，物在先安未受邪之地，这句话常被选用，用在哪儿？预防。那中医基础理论不是讲预防与治则吗？这叫未病先防。热邪并没有入肾，还没入肾呢，先安未受邪之地，我先把它补上，它不是亏吗？先把这窟窿给它堵上，这没窟窿了，它就钻不进来了。这属于未病先防。热邪并没有深入下焦。你看，随胃即下焦，先自膀胱一要入，因为那是虚，在没入之前先补肾，把它补充足了，有了抵抗能力，邪气就没有缝可钻了，就进不去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恐其陷入意义耳。这话说的啊，物在先安未受邪之地，恐其陷入意义耳。前面用了个物在，后边加俩意，就说、你务必的先补肾阴，如果不补的话，邪气很快很容易啊就深入到下焦了，深入到下焦就是虚风内动，那就严重了，那就和胃津亡不一样了，是一定要注意，谆谆告诫。这教学生是很有教学方法。这一段啊，和上一条结合起来，上一段讲的是入营，是见欲入营也，入营的病机和表现咱不说了，入营怎么办？以凉血清热为大法，凉血清热方，在这个前提下，根据不同的情况，因为它是营分症，要透热转气，透风热，透湿热，透炙热，上一条第四条讲就这个内容，用凉血清热为大法，从风热陷入的透风热，从湿热陷入的透湿热，如果说烦躁大便不通透炙热，那当然了，加痰的加实的加淤血的
你分别采取相应的方法，总而言之使邪气外透，邪有出路。这个斑它不是隐隐约的要发吗？你就让它发。最后落实到这儿，急急透斑为要，就是说想尽各种办法把热邪透出来，使斑发出来，热邪有出路了，病自然就解除。透斑的目的斑出热自解，应该说是这样，斑出来了热就解了。但是是不是斑出来热就一定解，谁也不敢保这个险，那不是绝对的。所以他下边又接着讲，这一条就讲了斑出热不解的最主要原因是胃金王。胃金王本身又有轻的有重的，因为它是在斑出之后，斑出了不等于邪就解了，可能热髓斑透，也可能热邪没解，热邪还剩，气盈两犯，这种情况，那么该清热还得清热，该凉盈还得凉盈，清气凉盈，加减玉女煎，这个如字，吴鞠通就把它改成加减。这个唐大炼呢，去掉一个字，为什么说那古迹不能随便给人改动呢？唐大炼认为这个如字没必要，就说玉女煎，可是王蒙英就说不对。唐大烈本上就直接给人削了，画本上有，王蒙英就给他考证出来了。如果画本上再没有，那后世还得糊涂一阵子，上来就用玉女煎呢。所以古迹上如果说你认为这字有错，你可以加注解，你不能给人删，不能动人家原文。唐大烈就敢下手，就动了，动错了。这是一种情况，轻的基本上邪气解了，就因为胃里边津液不足，正气没有恢复，还有点低热，口干口渴，舌苔生不成，舌红苔少，这样呢你就用甘寒清养的方法，这俩药也行，山参麦冬汤也行，益胃汤也行，总归用甘寒清养的办法补充胃津，恢复津液就行了。特别要注意的，平素就是肾阴虚的人，再加上肾水亏，先后天都不足，这地方没发生病呢，病还在中上焦，还在营分，并没有深入下焦血分，如果到这儿就是下焦血分了，还没有深入到这一步。但是你一定要采取预防措施，因为这儿有窟窿，很容易邪气就进去，一定要把这个窟窿堵上。怎么办？加咸寒，就是这一类的药物补充了肾阴，肾阴充足了，这甘寒还得用啊，这类的药还得用啊，不是说甘寒就不用了，不是主以甘寒吗？以甘寒为主，再加上这类的药，采取预防措施，把它邪气深入的路给它堵上，不让它进来。为什么？它在门口转呢，随胃入下焦，先自膀胱经，堵上以后它就进不去了。所以务必的先安胃受邪之地，这一步措施一定要采取，要不然邪气就进去了，孔气陷入一营，进去之后那就没辙了。真正说邪气气营两番再深入下焦，那可就严重了，虚风内动就出来了。归纳前五条，咱们一共讲了五条，叶天士从第一条开始讲温病和伤寒的区别，邪气的性质不同，它侵袭的部位不同，传入的途径不同，所以临床表现也就不同。鉴别完了之后，温病初期怎么发展，先解表，表证解了则罢了，表证不解那么是什么趋势。一种情况就是风和热合，一种情况就是湿和热合，合上之后还是胃分气分的表现，
不管是浊邪害清还是两阳相结，总归啊它还是未分气分症。把那段讲了，应该怎么做？心凉三分，肝胆祛湿，继续的治疗。另一种情况就是入营分，入了营分又怎么治疗？而且入了营分之后，肾水亏的要入下焦，要入血分，导致血分虚症，也事先给你打了预防针，告诉你了。前面这五段讲的是这个内容，他没有重点讲气分，大家可以看出来吧？前五条是胃分和营分，伤寒和温病的区别，温病本身的表症胃分症，温病入营，一二三四五讲的是这个，气分症没讲，为什么？他放在后边讲了。第六条开始就讲气分症，不仅讲了温热病，而且讲了湿热病，集合起来啊，讲的非常的深入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讲，一步一步讲。我不说吗？他重点在前十条，这十条讲了胃气营血四个阶段的临床表现和治法。十条以后就开始讲舌了，咽舌、便池、便斑疹、白培，就开始补充前面的内容了。通过舌象，通过牙齿的变化，通过斑疹和白培的发出形态，以及色泽来反映病情的变化，补充前边诊断的内容。前面先讲大纲大法，后边补充诊断，一步一步的深入。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说，咱们看着这儿，结合着后边第十四条入营舌象怎么样，第十七条肾水亏必验之于舌，怎么验舌？这儿并没说，人十七条有，看他的文章要前后结合起来看，因为他是学生提一个问题他就随时解答，学生是步步深入的问，他是步步深入的解答，学生没问到的地方他前面就没讲，所以一定要前后结合起来看。同时呢要设问，你考虑他为什么冒出这么句话了，若搬出了不解者未经王也，是学生提问题了，可能解也可能不解，不解是什么原因，怎么办？所以咱们课堂上讲只能是给大家呢讲一个读书的方法，就是怎么读他这个书，把我自己的学习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介绍。至于说前人的注释，叶天士之后为什么那么多人注他的这篇文章，他这文章就五千多字并不多，可是现在要把他加上注释他的文章拿出来大概这么两本也不够，注他的人太多了，到现在还仍然有人注，因为他讲的太精炼太实用了，里头没有废话，没有不实用的东西。后人在实践中，我遇到什么病人有什么体会，这符合他哪一条给他补充到后边注上，好多都是这样。张旭谷、王梦英、陈光松、吴锡煌这几家注的是比较好的，但是也有一个问题，这个注家有的他个人经验很丰富，看得很透，注的就很好，有的也不对。你像那个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，张旭谷从经脉的长短他是那么回事吗？就好像咱们走的路多了，路越长走的岔道越多，那他遇上堵车怎么办？他不是那么回事。周学海说他说的不对，周学海说什么呀？伤寒是门户闭着，温病是门户开着，开着嘛很快就进去，进去一下子就两三经一块病，所以说他就传遍少了，解释得通吗？他也不是那么回事。就有些个他根据个人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去注，有的注得很好，有的注得不见得好，不见得好提供你做个参考，他怎么想错了的你看看，不也是个启发吗？所以就建议大家今后读书自己要结合临床去读，我这么多年来反复读他的条文，可以说老有收获，因为你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一个在思考，一个在临床，回过头来再来验证又有新的体会，反复读反复有体会，结合着注家的看挺有意思，我愿意看那些注家的注释，他注的不对看挺可笑，但是呢也启发你的思路。所以咱们讲这五条呢，我的目的就是说给大家介绍一个读书的方法，我介绍的不见得对，因为我学的也不好，只能说是提供大家做个参考。后边那几条都是讲气分症了，气分的温热和气分的湿热讲的也很好，
咱们下节课再介绍，下课。